就怎么讲？怎么讲呢？就是很自然的就做像做回像我以前一样做的工作，然后很自然的我又像以前一样，譬如说爱漂亮啊，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今天也是啊，明明就一件 T 恤，我非要穿一件裙子不可能。就是我爱漂亮，那我做水晶指甲，我手上有疤，可是我还是戴戒指，就是我还是像我以前一样，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个性的人，或甚至我在做怎么样的工作，就是大家给我温暖，所以我可以一步一步再站起来。然后跑步这件事情，这真的是意外的收获。就是，我本来只是想要，就是测验一下，哎，我持续的有运动，那我的能耐到哪里？结果没想到一跑，就有点跑出一片天了。因为大家好像都很喜欢看我跑步，有一点胜于喜欢我这个唱歌跳舞。就是我觉得好像真的可以给很多人力量，所以我也觉得这好像变成了我的使命之一。就是大家被我鼓励，然后你们的鼓励呢，也会激励着我，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，所以我想，那我要继续坚持下去，因为我觉得运动最难的当然就是持之以恒。那在运动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会穿着什么样的衣服，我会让我的身体露出到哪一个部位跟程度，其实它也是很自然的。那我觉得这一切都归功于大家给我的温暖，然后还有支持跟鼓励。所以我现在也等于是，因为我得到这么多，我也想要呼吁大家，其实给所有阳光的伤友，不管是烧烫伤的，或者是严损的，都可以给他们更多的温暖跟力量，更多的尊重吧。就是因为就像我昨天在 Facebook 上有 po 一篇，就是真的是有感而发，我就觉得，其实你看到他的每一个部位，不管是有没有露出来的，只要是疤痕，它的背后都有很多的故事。所以我期待大家可以用更多的关心，用更多的尊重吧，我们可以给这些人更多舒服自在的空间，让他们身体心理的疤都可以慢慢的复原，然后像我一样可以再做回以前的自己，然后甚至继续做梦。